你们先请。。经纬他们都到了，咋不出去迎一下啊？咋了这是？陈峰，我已经发誓不喝酒，但是今天我想喝几个，陪陪我。操，在这儿喝啊？给经纬接风，咱们过去喝嘛。我不想去，你也不许去。什么意思啊？枪给我。啊？给我。这是咋？是怕我冲谁开枪啊？你听着，今天外面就算是翻江倒海，咱俩就在这儿喝酒，来，给我倒上。来，倒上。总统，总统，来来来来来，啊，都是自家兄弟啊。总统呢？总统啊，哎，刚才还见着了呢。你劳苦功高，我敬你一杯，啊！坐坐坐。倒上。哈，倒上。林国，操场那边，咱去给弟兄们敬上一碗，咋样？他哪儿也不去，就在这儿喝酒。喝，呀，尹姑，喝，好喝。哎，尹姑，唱文化那些词儿，你还记得吧？咋？金美的意思，让咱俩去给补充营的弟兄们唱两段，轻音一曲。也算是慰问吧。慰问啊！哎，你笑啥呀？什么轻音一曲？你就是个鬼叫。只要今天机关枪不叫回出，以后我李林姑天天给老天爷磕头。喝酒。你这说的啥话嘛？哎，咱不是好长时间没唱了，正好过把瘾。弦子我都给你带来了，总统。师爷，静薇啊，来，余兄再敬你一个，啊！哎，你坐着，坐着。余座，酒啊，我喝了，我叫静薇，那酒就饭饱了。哦，接下来呢，你该咋了赶紧咋，甩杯吧。甩杯为号，为号。都别动。
你这是干什么？老兄，在亲兵队给我接风，这是个败招。是吗？你肯定？你说呢？那你既然知道我有埋伏，我又咋还要故意钻进来？想咋？我不钻进来，咋从你的地盘上钻过去？你给我放行吗？佩服。 亲兵队，你肯定直奔衡凉，联系李达，让秦铁匠带人来接应你们。李旅长早把你们给掐准喽！你个小女子，敢和李廷云斗法，给我带走！把你们的枪都放在桌子上，快！ 老兄，这边的事情就算结束了。可操场那边好像还挺热闹，想不想过去看看？我还就爱看热闹。走，看看。刘副官，那就委屈你们先歇会儿了。有照。到。把他们都锁到地窖，拿上武器跟我走。是。 枪给我收回来！是。弟兄们，来呀！吃饱了吗？吃饱了。吕座，亲兵队的弟兄们还没吃吧？别忍着了，都出来吧！你们这帮狼撵的，该吃饭了。 把枪放下！把枪放下！警卫啊，你补充营已经是我的囊中之物了，交枪吧。如果我没猜错啊，青霞口一战，你们这枪里头没剩几颗子弹了吧？嗯，要敢动枪？ 找死啊！李天云，对亲兵队的弟兄们，我真是不想动枪。说实话，杀气太重，不是啥好事儿。你不是非要厮杀吧？嗯，哎，我这是箭在弦上。你箭在弦上？哦，没错啊。弓如霹雳弦惊。 你呢？弦音也有清音，想不想听听？清音，对，还就是你们李家的清音。走吧。唱文化第一课。 当兵莫把良心丧，师爷，请。哎，英国，你干什么？哥，清兵队补充营。
都是自家弟兄，别杀了！别杀了！哎呀，英姑啊，你糊涂啊你！你太糊涂了，糊涂啊你！ 实在是高，廖京北，你早就想到这一步了，对吧？亲兵队和补充营两边的弟兄都有良心，你别想让他们打起来。在亲兵队给我设套，我说过，败招未必。你咋？你补充营要奔衡凉。 清兵队这驻地，你绕不过去，这个套你只能钻。你要是满嘴都是废话，那就恕不奉陪。双工，队伍向衡凉出发，集合。慢。你咋？今天这个套，你休想钻过去，休想。 你这副坏肠子套不住我，黄渤。那么天理能不能套住你啊？天理，对，天理。你看是这，亲兵队跟补充营可都是你亲亲的弟兄啊。我今天在这里为你接风，就是想亲眼看一看，在这儿当着你所有亲亲的弟兄们的面儿，你这个共产党人廖京北，敢不敢落一个？ 天理不容，李廷云，你到底想咋？你给我跪下！跪下！ 你这个逆子啊！ 我廖家满门忠良，咋就出了你这么个逆子啊？你共产党仨个字儿，他就一个也办不到，是吧？
车？搬不动，我也不搬了。你本事大，今天你就把闸搬开。打就一个字儿，你一枪挑了，让大家瞅瞅。来呀，挑了呀！打！我走的是光明大道，你拎个小鞋拦不住我。啊呸！我今天这个小鞋还就要给你穿上了。我就怕你穿上寸步难行。欧成，把他给我抬上来。白王，这口棺材原来是装着你的，打今天把它抬来，就绝不能再空着抬回去。你说你要行光明大道，能成？你就把它装在棺材里，你走。你只要不怕老天把你五雷轰顶，你的弟兄们说你的心肝没烂，你这个共产党，我棺材里躺着给你鼓掌。来，你给我一枪。来呀，双光，集合队伍。你敢？老武生，把秦建那个妖精给我拎出来。站住！停军！把枪放下，都放下，谁也不许开枪！秦兵队长，把枪放下！静美，你冷静些。你的枪只要一响，那可就是你共产党杀人在先啊！所有的弟兄们都看着呢啊！你咋，开杀？哎，秦显红那可是你亲打绑来的，跟我李庭筠还有亲兵队没有任何关系啊！刚才的唱词是你写的吧？唱得好啊，好啊！你杀的是那尤家的汉，你杀的是无辜的狼。长官嘴里一道令，亲亲的弟兄也给一枪。老弟啊，老弟，你也胸膛子拍上了，想一想，你良心何在呀你？啊？哎，前辈，您说呢？哎，弟子，你朝我开枪！打！伤天害理呀！你跪下！你拦不住我。受伤！你给我听着啊，秦家这个妖精，你今天必须把他杀了，要不然我就当着你们弟兄的面，我死给你看，我到祖宗那儿告你去。杀了他呀！你给我杀了他！双光，集合队伍！武术营集合！啊！我的妈呀！我死给你看！我们今天不活了！老爷，老武生，给我顶上！老爷。来，盖上！老武昌，给我顶上！
这次真是和你拼命了！老弟啊，明白了没有？孝道，这就是天理。众人面前，你落下个大不孝，这支队伍你还能带着走吗？听哥的，打死秦献红，留下来，这是个死套，你走不了。金北叔。 老爷，老爷，老爷，老爷子，咱可不敢来真的啊，差不多了吧？哎，老爷，老爷子，老爷子，哎，你可不能死啊！哎，打！哎，咱别和金北叫板了！哎，老爷子，老爷，老成，点火，当着逆子你把我烧了！老爷。 真的要点吗？点！老爷，这个点火我就打死我自己！点火！老爷，老爷子，你给我上了几条筋。 杀了他！老爷！老爷！老爷！你给我上了几妖精，杀了他！老爷！老爷！ 你一筹，雷劈火点的牛魔王，我送你去见鬼武常，一棒打得你瘫花颤，两棒打你个头撞墙，三棒打得你。
咋还英雄末路的成了这个样子了？啊？请上来吧。哎呦，这难过的很啊，难过的很。哎，老弟啊，你这想咋嘛？投奔田云雄，芝麻开花。你还有多少人？400多弟兄，我都带过来了。就这，还芝麻开花？云兄，哪怕是400条狗，也把摇上来帮你耍，这不是一朵花吗？那你为啥投奔我？说说。我就这么站着说。你躺着说也成。我跪下说，行了吗？天云兄，你我一向都是个仇人，我投奔你就是冲着仇人来的。你想想，仇人你都收留了，你这个宰相肚子还一样吗？我江二郎就是你天云兄的一面响亮的大锣光。田云兄不念旧恶，光！李将军大度能容，光！光！光！谭世林、梁桂章的那些虾兵蟹将，哪怕他有仇有冤，有笔血债，你肚子里有海，他往里游吗？田云兄，不战而屈人之兵，你咋？我简二郎这面大锣，你光光的敲吧。来来来，兄弟，难得呀，难得你算计的这么明白。这样吧，我封你个镇勇军司令，枪弹粮草我补充给你。衡阳那边，你就跟共产党客气。你要是能把共产党的游击队给灭了，你这面锣。咱是不是把这行头可以换一换啊？为啥？那你为啥要弄成这个样子？这啥？狼嘛，就得是野狼的样子。咋？哦，也成。还需要啥？大哥，在我队伍里，曹任生在的时候，我没有觉得有啥，但他现在不在了。我觉得还真缺了一块，要不你往我队伍里也派一个政治教官，刘副官就行。哎呀，兄弟啊，你看你的这面锣，假如我这么敲，咣，蒋二郎罪恶昭彰，咣，李廷云为民宰狼，咣咣咣！大哥恕罪，大哥恕罪。哎呀，刘副官，我刚才是忘形了。过来，蒋二郎，你说你这个第三旅本来也兵马强壮的，这个兵败合成为啥嘛？你想过没有？蒲松龄倒戈，太平人失守。我是被共产党耍了，从今往后，我与他共产党不共戴天。他们有一个算一个，扒皮抽筋，杀！我要的你就是这句话。衡阳那边，你给我好好的去打共产党。能成。哎，小林，嗯，这个老乡是啥人啊？咋瞅着这么眼熟呢？咋，他你都不认识啊？嗯，老刘。谁？刘仲仁。娘哎，这就是老刘吗？啊，娘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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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你娘啥呀你？一心炸的咋了嘛？哎呀，我说咋瞅着这眼熟呢？长得像我舅呢。哎，宁老，你不是说老纪长得像你舅吗？你兄弟兄弟，这个更像一些。我舅真就长这模样，真的。哦，宁老啊，你就胡编吧你。哎呀，站好了站好了，快。中人，哎，你这次从西安过来，是要扩编游击队吧？咋想的？给大家伙都说说。嗯，不了。亮叔，秦支队和补充营会合后，游击队得到了显著的发展。但要想在横梁扎下来，我们必须还得壮大力量。这段时间，我想在横梁先转转看看，好好的、全面的看一看。陕甘边这一带，我们要建设红色政权，不调查清楚是不行的。我准备明天就走。静北，跟我做个伴儿，咋样？我不去啊，我可陪不住你。咋？怕跟我走山路？你那一套我早就领教过了。呀，山路一走就好多天，啥翻山越岭啊，走村入户啊，哪家破就往哪家钻啊。哎，啃洋芋，喝凉水，经常饿肚子。你说他，路边碰个娃，他得聊一阵子；碰上个土老汉，他蹲下聊开就没完了。啥打猎的、砍柴的、放羊的、采药的，你说你除了跟泥菩萨没啥说的，你跟谁见了不要聊一阵子？哎呀，我最怕的就是这。老刘啊，我也是最怕这个。我跟人聊开了，就是把心里头、心里头咋想的，带自己看，聊啥呢？就这样。放心啊，共产党里有一种人，就爱找老百姓聊天，就爱和老百姓交心。为啥？为老百姓谋天下，你得知道老百姓咋想。不了解老百姓，你当不好共产党。共产党今天、明天、将来打下天下，在治理天下那一天，哪天也离不开老百姓。所以，老百姓就是天。你只要是共产党，你就得天天为老百姓办事情。你像静北这样的，嘴上这么说，其实跟穷苦人亲得很。你小子别想溜，明天一早跟我出发。这里群山叠嶂，沟壑纵横，并且远离反动势力的统治中心，真是个武装割据的好地方啊！对对对。
老刘，你有婆姨吗？有呢。娃呢？还没有。你就是刘仲仁。对。你有个娃，是个可爱的女儿。我？不知道。我有娃了。前些天啊，我去金陵寺烧香，看见个女人怀里抱个娃，大老远的跑到金陵寺烧香，求神灵保佑她男人。她怀里啊揣着她男人的照片，让神灵把她男人认清了。那照片我见了，就是你。你刚才进门的时候，我就把你认出来了。你婆姨叫慧霞吧？是是，慧霞是我婆姨。你婆姨让神灵转告你，你有娃了。老刘，我得数落你几句。你为国家，为大家，整年在外头跑，可你毕竟有自己的家。你婆姨请神灵保佑你，可又怕家乡的神灵担不住你。大老远的，跑了几天的山路，抱着个娃，一双新鞋走成个鞋帮子，脚底下磨的全是泡。清北，我有女儿了，我有女儿了，我得庆祝一下。对，我给我女儿唱首歌。起来，饥寒交迫的奴隶！起来，全世界受苦的人！顽强的妻子的担忧和惦念，令刘仲仁倍感心痛。他万万没想到，自己竟通过这样的渠道，得知了女儿出生的消息。灿烂的晚霞中，他哽咽的歌声飘向他思念的远方。也许这首激昂的歌曲不敢这样唱，然而这首歌的全部内涵，此刻只是他托给女儿的一个梦。在这个充满了父爱的梦境中，他只想轻轻地告诉女儿，父亲在这儿，父亲在这儿。Thank you.
着哭。